Hello， 大家好，我是 CTC 篮球训练的训练师 Jack， 也是 Impossible Train 的 Trainer。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好消息，我在8月14、15、16会在台北市双园国中举行 Signature Camp， 就是我个人的 Camp， 但是是由我们 CTC 团队来一起做负责运行。那总共是4个小时一天的课程，那其中第一个小时我们会是专项的体能、基础的体能以及完整的热身。10点到11点的时候，那我们到11点到12点的时候，会有我个人 Jack 来负责完整的技术训练。然后呢，我们12点到1点的时候是空堂，是让大家休息，或是跟我们教练团做一个聊天，或你想知道什么东西，都会在这一个小时我们休息的时候来做一个聊天。那在下午的时候是我们最神秘的弹跳力课程。如果说你对弹跳力有兴趣，你对灌篮有兴趣的话，你绝对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 Jack Signature Camp。我们邀请到了非常好的弹跳力教练，在这边就先不公布他的名字了，期待希望你们会喜欢他。那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会请到专业的防护员来带大家做完整的收操、伸展、放松。我们希望在这4个小时让大家学到最完整，像是在美国国家队，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国手的训练，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完善。那相对的，这一次我们会希望是球员，或者是说你是教练，你是基层级的教练，甚至你是高层的教练，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因为这一次的技术训练，我会把难度提升到比较高、比较高级别的状态，希望你们可以来挑战。那相对的，在体能训练也会要求你有一定基础运动习惯的人，你才有办法在我们这个弹跳力课程得到最大的收获，包含在专项体能训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得到高强度的训练，那你在最后做伸展收操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完美的恢复。所以我这次回台湾的个人营队会是一个欢迎如果你是球已经打有一定球龄的人，你觉得市面上或是我们过去的训练营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欢迎来挑战看看。